张庭龙。是你很拼命的来，请抽牌。好 ，OK， 就这个。换一下，换一下。OK，OK、OK, OK。可以。这笔数就到手。好 ，OK。开始十秒，交给你。好，开始了。嗯，我是面对火。哎、欸，不要讲话，不要讲话。OK。五、四、三、二、一，小时间到。好，一杯，开始。干嘛？你干嘛？你摸你摸到人？摸人是不是？哇，你摸你摸你摸。三、二、一，好。哇！他真的。香哎、欸 okay, 他真的有要血池哎哎他在哪里开始开始就已经上台感觉在台北感觉走出了五四三二一漂亮好漂亮来来来来都放下好请再延照哎来摸到是什么这个他一定比错啊这个可以非常好了解嗯，好，哎，三二一，给他。那个香菇，香菇漂亮。好，来，前面比的。现金单数就是多少？他刚比的这是什么？给答案。三二一，什么？地震。漂亮。哦哦。漂亮。好。来，牙，你刚完了，完了，牙刚闭完了。Oh my god！ 这是什么？你刚你想？这个是不是？士兵，有了，还有80%吗？好，恭喜零分，正确给他拜摆一次给他看，这是什么？士官长，警察。哎呀，黄队就位，十秒，手别动啊，固定好就好。三、二、一 ，OK， 好，请摆 pose， 别动啊。五、四、三、二，好嘞！哦，这里很难嘞。好好好，有一点好了，摆 pose。小号。哦，对。这么行，好吗？摆好，摆好就说好。开始。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好 ，OK， 好，动作停止。好，动作停止。还好他没有参加过全民。你打。什么运动手需要这样子啊？开枪扣板机。什么会？他是刺枪术。是二岁，前进就吃吃射手。宇宙，人妖刺枪术，宇宙。输光了，你还在搞啊？人类。对我挖手的时候，这里他感觉是在做一种招式，可是他这里是这样子握一个东西。所以正确答案是打猎。哦，猎枪，所以有弹枪，有那味道。来，前进都起来了，三秒，两秒，弹他，弹击他，耶，弹击他，耶。弹击他了吗？这个很难哦，弹吉他来啊！哇，很难呢，至少就一个了。好，为难的拿下一分。对，还是这个。这个，好，那么简单，开始摆 pose。小心车。五、四、三、二。OK， 好，摆 pose， 开始。三、二、一，好，还摆 pose， 可以了吗？好 ，OK， 来，开始。
弹钢琴喽，弹钢琴喽。杰哥，紧张死我了，好紧，哎，紧张死我了。又超前了，我以为你刚刚是，你刚刚停的吓我一跳。OK， 好，陈一哥，各位，各位，所以你看，哦，就运气了啊，可以了吗？谢谢。很拼命，我60岁怎么还这样的感觉？厉害了，其实是人家那么机会，汪家老眼睛会看着嘞。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预备，好 ，OK， 可以的。我这 pose 还要个新的部分都要。3、2、1，时间到。好 ，pose 摆错了。计时开始。5、4、3、2、1，好的，看你摆 pose， 这个有点难。哦，好嘞，还有自己的想法。5秒，5、4、3、2、1，时间到。好的，好 ，pose 放下来。好，哎，你就比了，告诉我们答案就可以。哎，深蹲哦。深蹲 ，OK。深蹲。好，前面的 pose 是什么？跳水。用这姿势跳水。前面摆的是什么？他刚刚应该是比价，然后我觉得跟上一个弹钢琴可能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哦，所以叫做，所以他应该会是感，我感觉他应该知道这样。我是不知道他的脚是到底在干嘛，有点像暴龙。你比的烂嘞！这样我也不会想笑。没事，终于可以来拿分数了，请准备。